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些体力方面的、运动方面的较量了。那么我们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？请泽林来为大家介绍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是双人合作吃甜甜圈。我们每队呢轮流挑战，然后队内的两个人呢面对面站立，弟弟呢需要抓住姐姐腰间的弹力带，姐姐呢则需要下腰，然后吃到我们悬挂的甜甜圈，并且不能摔倒。然后队内的，这太难了，就是我的腰可能不太好。没事。让我们首先有请黄队，啊，也就是林赫和Amber。他俩没问题啊。OK。 我觉得你这我就往后的时候，你也往后，往后。行。你看，天天练基本功的。而且张凌赫的手特别长，哎。现在 ，Amber。 和张凌赫挑战开始。哇哇哇！好厉害呀！哇！哇！哇！ 小心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起来，注意安全啊！哇，好好看啊！快快，还在逆时是吧？对，当然，吃到没吃到？好，来，我就往后的时候，你也往后。我差一点，哦，成功！ 好帅！那个怎么讲啊？好强啊！好强啊！那个甜甜圈很大，咬不到。